DIY Q10 榛果精华油手作完成喽。嗨，欢迎大家来到101 Soap 台湾杂粮馆立林保养小学堂，这是个致力分享 DIY 保养配方专业频道。立林保养做得对，年轻十岁看得见。欢迎各位在 FB、YT、IG 搜寻101 Soap 台湾杂粮馆，按赞及订阅就可以收到配方影片喽。今天的配方主题：真正 Q 弹 DIY Q10 榛果精华油。配方推荐：榛果坚果基底油，88% 油酸，12% 亚麻油酸，肌肤灵魂，防止除糟。夏威夷坚果基底油，维生素 A、B， 皮肤相容，减少干涩。火把基底油，植物异态蜡，维生素 E， 异态黄金，预防干裂。油溶性 Q10 辅酶，天然醌类物质，生成三磷酸腺苷 ATP， 延缓肌肤老化。玫瑰天竺葵精油含阿法香叶素，减少脱皮。老配方有感情，新配方敢流行。DIY Q10 榛果精华油配方实作，实作步骤：一、将榛果坚果基底油、夏威夷坚果基底油、火候霸基底油及油溶性 Q10 辅酶倒入瓶器中；二、加入玫瑰天竺葵精油6滴，充分摇匀后即可使用。DIY 配方鼓励：如果您觉得这个配方对你有帮助，麻烦大家在 FB、YT、IG 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你的鼓励会是我们前进的最佳动力。谢谢大家。